哟，老婆呢？还不搭理我了？今天你们都在啊，我有话要说。你们老埋怨凤，说他不放你爸回来，不知心疼你爸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啊！我才知道，你这老东西机灵抖的，我今天就不能跟你客气了。哟，你跟我还不客气了？那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哼，一让他打庄稼菜下岗回家，就说杨氏和凤儿他们离不开他，啊，还没出徒呢。我倒要问问你了，你这师傅这么个当法，他们能出徒啊？你这话的意思是我这个老师，没好好当。你这不满嘴胡说吗？我胡说。凤儿，你瞧清楚了，这就是你爸偷偷在家做的东西，拉秧小黄瓜腌的酸料。哎，我说老婆子，你你怎么把这个给拿来了？真是。那做乌鱼蛋汤也是你的拿手菜，可做汤用的料保密，还不传给他们。你就不怕哪天万一你忘过去，你儿媳妇再把你庄稼菜的牌子做砸了？前两天还跟我说的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后让我儿媳妇把我这一身手艺传给我孙子。你就不怕你孙子也学个稀松二无眼？就是你这话说的真方人。再说了，我教他们已经不老少的了，眼下呀，足够用。你也知道眼下够用，以后不够用。他呀，这机灵抖的，就是要拿凤他们一把，好让菜馆永远离不开你这祖师爷。更可气的，这话是你说的不是？啊，是我在你这儿永远是第一位，对你最重要。现在可好，在家陪我没两分钟就起翻，哎，出门就来精神，我的饭也不给做了，还不想回家呢。早知道你这么薄情寡义，我当初就不该嫁了你。要是这样，你这一辈子也甭回来了，啊，枕着你的炒勺，搂着你的菜刀，你就睡后厨菜馆得了，我也不稀罕见你。你怎么了，老婆子？怎么还让我住后厨搂菜刀？这老伴儿还不想跟我过了？我说老婆子，你这玩笑，开的可有点大啊。一点不大，是你不想跟我过了。我说的这还是客气的。得，我错了，我改成不成？你怎么改呀？少去饭馆，多在家休息，好好陪你。这还差不多。还有件事，凤准备报名参加电视台的厨艺大赛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。啊，凤儿，你这两下子还敢参加比赛啊？对啊，凤儿，成吗？准备准备，未准不成。老爷子，哎，你可欠凤儿的啊！等你把身子骨缓一缓，好好帮凤儿他们做做参赛准备。做这事儿，你还算拿手？还真是的，我记得以前我爸就老参加那个，他们什么厨师的考核评级，对吧，爸？不是，我不光是评级啊，我那个正经的大赛啊，评委的顾问，当了好几回了。可是这个帮凤儿，甭管我怎么帮，戏不大。
人凤不为拿名次，更没惦记着得冠军，为学习。反正至少有一点我觉得是好的，凤儿啊是代表咱们庄家菜去参赛，这一参赛不正好宣传咱们庄家菜吗？就是。对，劲儿说的对，哎，这是好事儿啊，参加，参加，参加啊！不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咱就输了也不寒碜啊，就当赛着玩儿呢。你看，凤儿，你还有什么？啊，妈，爸的那个乌鱼蛋汤。啊啊，对了，老头子，这个……那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哎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。真明白了？我再不明白，我该打你床上卷铺盖了。我，爸，还有一道菜，就是您做的那个干煮云丝，我跟杨师傅怎么都做不出您那个鲜味儿，您是不是加什么料了？我就是那个加了点白醋。可是我一直看着您没加过白醋啊。我就是把那个白醋吧，装那小药瓶里了，我攥手里了。爸，要是耍鸡贼，您可真是祖宗啊！您这都跟谁学的呀？旧社会的手艺人个个会这套。那俗话不是说吗？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其实我想的是啊，甭管怎么说，我做菜也得比你们强点吧。是吧？总得让你们服气吧。哎，我说，老婆子，你也忒狠了。我这张老脸一点都不留啊！笑，笑。这大赛，全国得多少厨子参加呀？这凤儿也敢掺和，胆子也忒大了。你爸现在听话多了，在家陪了我一上午，哼，下午才出去帮凤儿和杨师傅他们备战去了。这还不错，哎，跟我进来，进来。哎妈，妈，妈，您看，那评委。是不是鲁师傅啊？还真是哎，你爸徒弟当评委了，是吗？哎，那凤儿有戏了，这鲁师傅还不照顾照顾咱们家凤儿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小时候我还记得，鲁师傅正跟我爸学徒呢，逢年过节的提溜着点心匣子来看我爸。他要知道凤儿是我爸的儿媳妇，能不给高分吗？想什么呢？现在这大赛呀都正规了，那菜端上来的时候啊，贴的都是编号，那评委根本不知道哪道菜是谁做的。得这样，嗯，这参赛的厨师，不少人都是师出名门，都能跟评委搭上关系，那不这样。就没公平了，可不？别高兴了。这比赛的程序呀，一般都这样，是吧？让选手先做规定菜，再做自选菜。一般规定菜里啊，都有一道烤刀工的菜。容易点的呢，就是炒肉丝；难点的呢，就是炒鸡丝；最难的，就是炒鱼丝。你们呢，都照着炒鱼丝做准备。这鱼丝我还真练过，一切就折，我觉得特别难，是吧？老爷子，您这是帮我们压烤蹄儿呢，可您这个能压准吗？不是，啊，这就是。经验嘛，是吧？十有八九，压对了呢，你们都合适；要是压错了，你们
都得认着，是吧？凤儿，嗯，那咱就听老爷子的，咱就照着鱼丝好好的练。嗯。这自选菜呀、是最关键的，我得好好琢磨琢磨，给你们俩各自选几道能拿高分的菜。爸，这规定项目要是被淘汰了，自选菜就不用准备了吧？那当然了，你第一道都被淘汰了，那自选菜那当然就没有机会再做了。怎么着，凤儿？现在你不狂了，肝颤了？您这一说要做鱼丝吧，我这真的还是有点辛苦。你昨天要是肝颤了，我立马让你退赛。哎，今儿可不行啊！今天你一句丧气话都不能说，啊，你可不能给我打退堂鼓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把这个事儿真当事儿了。好家伙，昨儿的一宿啊，我就没睡好，净琢磨这个自选菜做什么好啊。你现在出头了，完了。爸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我既然准备参赛了，我就豁出去了。不过凤儿啊，说真话，我对你呀、真没抱多大希望，能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。不过杨师傅啊，你必须得给我进二轮，争取考进前六名。我争取，我争取。可您老看我真成吗？你功底不错啊，啊，也有悟性。哎，另外啊，这种比赛用几道菜比出个高低，它多少都有一定的偶然性。谁准备对路子了，谁就占上风。我要好好的帮你啊，你应该有机会。行，老爷子，那我就都靠您了。哎，爸，您刚才也说了，这比赛是有偶然性的，说不定我这一努力就进第二轮了呢。你啊，好，那就试试吧。说的一样，这么看不起我呢？不是看不起你，这比赛的人高手如云，就你这两下子，刚炒了几年啊，能拿到名次吗？就冲你这句话，我还飞进二轮了，我。你怎么不相信我呀？哎，我问你，我要进二轮了，咱俩赌什么的？真行，大半夜的，你跟我赌什么呀？赌？行行行，赌赌赌！你要进了第二轮，想要什么我给你买，还不行？我才不要呢！从今以后饭馆你就听我的。嗯，没问题。你不准回来！哎呀，烦死了！睡吧睡吧啊！姑娘。
其实你进第二轮也不是没有可能，除非是什么呀？爸那徒弟鲁师傅不在上头做评委吗？除非他打分的时候给你照顾照顾。我没想过这样的事儿。没想是你傻。这比赛啊，里边猫腻多着呢。咱也不这么努力。别睡了，我帮你想想啊。别操心了，赶紧睡，快啊。这杨师傅做的还可以，是吧？凤儿，你还得练。你这菜做成这样啊，肯定拿不了高分啊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我听斌子说，您那徒弟鲁师傅也是这次比赛的评委。嗯，好像是吧。我还听别人说的啊，他们说现在好多电视选秀啊，这名次都是内定的。我就在想，我们这个节目，你说指不定这……不是，你说清楚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爸，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段时间呢，我得躲着他，他来电话我都不能接。这是为什么呀？都知道他是我徒弟。我这时候跟他稍有来往，就难免会有闲话，我这叫避嫌。您这么想的呀？对。凤儿，你就听我的，甭管什么时候什么比赛，啊，真功夫那才是第一位的。啊，你这会儿啊，就一门心思啊，啊，好好练，啊，邪门歪道，你想都别想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各位，我现在宣布，本比赛的菜品完成时间为45分钟，现在计时开始。真是做鱼丝，真让你爸压着蹄了。妈，我爸是老江湖了，这点事儿他没轻。可不嘛，以前的比赛啊，多少年我爸都是评委，就现在比赛这些题，当初都是我爸出的。爷爷威武。凤这儿慢了点儿，怕是时间不够用啊。可不是吗？你们甭急，我看凤这是稳当。一步是一步，妈妈加油！凤儿，加油啊！再慢就来不及了。哎呦，顺子哥，您甭着急，我三婶心里有谱。哎，夏少，你知道吗？要说你全家最能干的，就属凤儿姐了。那可不是，原来就是一家庭主妇。你瞅瞅现在，又是老板，还参加烹饪大赛。你三婶比你三叔强多了，你三叔忒不靠谱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逗我了，快看。时间马上就到了呀，不会来不及做不完了吧？快快快点，妈，别磨蹭啦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。哎呀，哎呦，真是太好了。还真行，卡着点儿呢。真是的，哎呀，
三嫂还真沉得住气，吓死我了，能一手汗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看凤这菜做的行吗？太赶了了，那不行吗？好好看着。你尝什么尝？你师傅的儿媳妇，你给高分啊！哥，你小点声，你再喊我们也听不见呢，吓我这一跳。别急，马上就有结果了。好，下面我宣布，进入第二轮比赛的选手是。耶！吴三婶太棒了！耶！太牛了！妈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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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说赢了还早了点，好在凤儿和杨师傅都进了第二轮。凤儿可真不容易。这么细的鱼丝儿，盛出来的时候也没折几根儿。这里边有窍门儿，要不是我点拨呀，这做不成这样。凤儿。你这回算是完成任务了，再输了也不爱他了。媳妇儿，您这做个菜可忒慢了，急得我心脏病都犯了。就这样还稀里糊涂的就混进二轮了？混？你混一个我看看。就是。这次呀，还多亏了爸，是爸押对了考题。在这之前啊，教了我们好多做鱼丝的方法。我之所以做得慢呢，是因为我又拿细篓漏了一遍鱼浆，然后又慢火慢慢煮它。别看它耽误了点功夫，可是保证了质量。鱼丝啊，没怎么断，自然就考了好分数。哎，凤儿，打明天开始，你们要好好练练那自选菜。有爸，您给他们选的自选菜什么菜啊？我做的呢是蚕丝大虾，还有九香葫芦。杨师傅做的一个是烟熏三文鱼，还有罐焖四宝。我选的参赛菜啊，无论从难度上还是创意上，都得给评委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做砸了那就不用说了，只要是做成了，那就能拿高分。那您这什么创意啊？这个是低温分子的菜。低温分子的菜？这是什么菜呀？越说越邪乎了，你做个菜还跟化学扯上了。爸说呀，这低温的分子的菜是现在国际上最流行的一种新的烹饪方法，是用36度的油做出来的菜。其实呢，最主要是主导的是健康还有绿色的理念，评委应该是会接受的。我爸行啊，您这做菜都玩上理念了。老都老了，还追上时髦了，可不？这玩新理念追时髦啊，这真不是我想的。在这个选择这个自选菜上啊，我特意去找了一下董老，还是他帮我出的主意。我说的呢。可是这36度的油温特别不好控制，给我难死了。是吗？开始呢，我让他们在油锅里插根温度计，可是这一做上菜，一忙活起来呀，就没工夫盯着他看了，是吧？所以还是得靠手和眼睛的感觉。你别说，爸这也太神了，他这手啊往锅边上一靠，基本上就能知道油是什么温度，我们且练呢。你别急，啊，慢慢练，是吧？这叫一经验。
这蚕丝大虾呀，我都练了好久的和面抻面了。要把这头发丝一样的面裹在大虾上，这虾还得下油炸，面还要不断。这菜有那么难吗？切，你懂什么呀？这油一热了，虾就变形了。它这一变形呢，那个面丝儿的它就碎了。哦，我每次做，我十有八九这面都是碎的。还好是爸点拨我，让我把这虾精啊都给挑了，然后用低温油慢慢烤。其实我觉得最难的还是那道九香葫芦，它是拿肘子，然后还有凤爪给它熬成肉冻，里面加上香菇、茶树菇还有茅台酒，把它做成葫芦的形状。这外头啊要裹上鱼肉腻子，然后裹上面包渣，放油里炸。哎呦，这道菜的外观肯定漂亮，可也够麻烦的。可不，它的难度在什么地方？葫芦里的肉冻啊，加热后变成浓汁儿，最佳效果呀是鲜香里边要带有酒香，可是没有师傅传授呢，哎，这酒香味儿就出不来。是我之前做呀，如果酒放少了，它没有香味儿；酒放多了呢，这肉是苦的。后来还是爸教我的，就把这酒啊用火点着了，然后再做。这爸不教我，我跟你讲，还真出不了那酒香味儿。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啊，酒精点着了，哎，它就挥发了；酒加热了，就不变味儿。你还真进二轮了啊！我这打赌打输了。那你可别忘了啊，你说了什么了？从此以后这饭馆呀，就听我的。这饭馆啊，法人是你，你本来就是大老板啊，我不听你的也不行啊。哎，太晚了呀，早点睡啊。我不困，你先睡吧。哎呀，你说你这比赛比的啊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，你还不知足啊？哎，斌子，我这些天呀，我就想，你说我一个天津郊县来的土妞，怎么就走到今天了？这一路有多不容易啊！嗯，这话说的挺厚道的啊，感恩吧你，感恩你嫁得好，要不然能有今天吗？对对对，是我嫁得好。嗯。我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你说爸对我这么好，这将来我也不能把庄家菜做砸了呀，我得扛起爸的金字招牌。所以我想啊，这次比赛我得得前十。前十？嗯。全国有多少厨子你知道吗？你进前十？做梦吧你！你看看看看看你说话的语气。要不咱俩再赌一把？啊，赌！切，不跟你闹了。你早点睡吧，啊，我在外头再练一会儿这刻画。比赛比的，连觉都不睡了。前十。你这找什么呢？没有，有点饿了，吃点东西。哎妈，待会儿文菊起来，您少给他吃点啊。嗯。这小子这两天有点急事儿。
你来干嘛呀？有事吗？啊？想你了，看看你不成？真有样儿，和你爸似的。志斌，没你这样的啊。你这个怎么说也是这饭馆的老板啊，说不来还真就不怎么来了。死老爷子在，我就不想来啊，何为贵？嘿嘿，那你今儿忙来了？你们俩不是要参加决赛吗？我来视察视察，看你们的自选菜练得怎么样。马马虎虎吧，后天不就决赛了，也就这样了。行了行了，没时间陪你聊天，你去外头。你这是变相哄我呀！别，乖乖，出去吧。出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没时间。过来。哎，有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放手！讨厌！哎，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在里边说，非给我架出来啊？还真不能在里边说。你昨天晚上怎么说来着？为了挑起庄稼菜，啊，想在比赛中拿个名次。嗯，你说完了没事了，我半宿没睡着，我翻来覆去，我就想啊，我老婆虽然疯了，可我也得帮助帮助她，让她实现梦想啊。你怎么帮我呀？我想来想去，想了一周。这不是爸的白玉杯吗？对呀、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想出这招之后，我自己都佩服自己，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别佩服你自己了，你赶紧说。这招还特别容易，你照我说的做，前十没跑。怎么做呀？赶紧说的。你那自选菜不是酒香葫芦吗？把菜做得了，把爸的酒杯往上边一摆。怎么好看怎么摆啊，然后把这道菜往评委桌上一搁，从外形上也体现了这道菜是酒香的，造型也好看啊。也是哈、啊、爸的这杯子是玉的，上面还有饕餮纹，一直是做菜的装饰用的，我往菜中间一摆又点题，提高了档次。你这次还真是动脑筋了，谢谢啊！哎，你真傻假傻呀？我费那么大劲拿这杯子，你以为就是为了给你这道菜加个点缀呢？这点菜能进前十吗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评委鲁师傅啊，不是爸的徒弟吗？你把这菜往上一搁，他一看这杯子，立马就能认出来这是爸的杯子呀。他就知道你是谁了，能不给你好名次吗？能不照顾照顾你吗？你呀、啊，真的是歪门邪道一门灵，啊！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是为了给你实现梦想才这么干的。哎呀，那我知道了啊啊啊！你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想。说好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别让爸看一眼，关键的时候再拿出来。好，现在我宣布复赛比赛开始。爸，您看我妈今天在电视里真好看。你妈本来就好看，不上电视也好看。文娟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妈年轻时候可好看了啊，比现在电视上还好看呢。嗯，要不然把你爸喜欢的五迷三道。哥，娟儿，当着孩子呢，说这干嘛？喂，奶奶，水手里就剩我妈一个女的啦。嗯，要说你妈不容易呢，虽说做饭做衣服都是女的干的，可是好裁缝、好厨子还都是男的。凤是好样的，妈，你信不信？
凤儿就有戏。哎呀，都把嘴闭上，好好看。瞧，把你爸紧张的，就像他在参赛似的。我要是参赛，反倒不紧张。哎呦，哎，快来快来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你怎么再来了？我是公司加班，我好不容易偷偷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开始了。决赛呀，你看这份儿，不着急不着慌的。哎呀，这要是我早就紧张麻爪了。哎呀，闭嘴，好好看。老爷子，你这争强好胜一辈子，现在就怕你教出来的徒弟砸了锅，你这老脸没地儿搁了。其实进了决赛，已然算赢了。妈，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您就瞧好吧。哎，三儿，你挺乐观啊。是啊，感觉我三嫂这回能得前三似的。你嫂子那手艺，前三不好说，前十还是有戏的。就冲凤儿这磨蹭劲儿啊，嗯，要是超时，那就上了日本船了，满文号，玩完。凤这面条辣的，就是以后不做庄稼菜了，也能开个拉面馆。瞧你说的，这不糟践咱家儿媳妇吗？这凤忒不容易了，都进了决赛了。哟，快看快看，给我三婶切一近景，嘿。凤姐化了妆还挺上镜的啊，挺漂亮。三婶都做完一道菜了，哎，这菜还真就有点样啊。哎，孙总，你说说，凤儿姐今天能得一号名次吗？忒能了，这这话我爱听。你，哎，来我也来，哥儿几个。这俩菜做的还真有样儿。
我更喜欢那九香葫芦，看着都特想吃。犹豫什么呀？赶紧的呀！志斌，你急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有什么可急的？这不份儿按时做出来了吗？凤儿摆菜上了的，是不是我那杯子？哟，还真是。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茶海的烟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把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情。是茶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初心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